Ni hao. My name is Steve Hall and I'm the principal of Wakatipu High School in Queenstown. Welcome to beautiful Queenstown, located in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. I invite you to meet some of our Chinese students and hear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re at Wakatipu High School. 我现在正在学习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英语还有化学，这些都是为了NCA而学习的。 难度的话，考试的难度的话，应该说是因人而异吧。如果是比较有创造性思维的话，这边的考试会比较简单；而如果是机械性的思维的话，就会比较难。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历史，历史课的话，这边的历史课会比较注重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，而不是单纯的知识的记忆。新西兰的学习会比较有趣的话，主要是因为这边的环境会比较开放。 除了学习以外，会有比较多的课外活动，也会更加的开阔自己的见识，会见到很多。皇后镇适合学习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它环境比较优美，然后人口反而没有大城市那么多，会比较安静，反而比较适合学习。我的寄宿家庭已经待了快3年了，但是在这期间我换了不同的寄宿家庭。我理解了不同别人的生活，然后也找到很多乐趣。在这里我学到了不少，比如说给寄宿家庭敲木头、砍柴、生火，然后我还带着他们一起到处旅游、爬山等等。我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。非常享受。在中国的家呢，就是父母肯定会工作比较忙，照顾我们的时间比较少。但是在这边呢，home家基本就是空余时间比较多。然后周六日呢，会带你出去逛啊，或者说出去玩，会有一些短途的旅行。也会有更多时间去照顾你，然后去关注你，因为他们也是想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，所以就是会经常询问你一些问题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交流方式。 中国和新西兰的区别在于，因为中国的产业比较多，所以说污染比较严重，中国的雾霾也比较大。但是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国家，你可以到处可见，所有的天气全部是晴的。有些天呢，可能是阴天，但是你会发现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好。所以说，而且他们这儿人非常的友善，我很喜欢这个国家，所以说我希望各个同学们。 过来与我一起学习，谢谢。为什么所有的所有人都选择来皇后镇学习？因为皇后镇是一个旅游的地方，他们这里呢，基本上所有的本地人很多，但是在奥克兰的话，他们那边中国人基本上占的是80%左右，所以说皇后镇是一个非常利于你去学习英文的一个地方。中国呢，它这边高中的学习的话，会非常的累，都是为了应付高考什么之类的吧。然后6、7点钟就起床，8、9点钟才下晚修。这边的话比较轻松，9点钟上课，然后呢3点多就放学了，所以呢相比国内来说要轻松了很多很多。然后呢这边的人也比较友好，没有怎么说呢，国内的风气比较差一点。 然后呢，这边你可以就很舒服在这边跟他们一起玩呢，他们的课外活动都很多，所以这边会比国内的高中学习相对要好很多。我们现在在上的是英文课，这节英文课帮助我提高我的英文水平，这节课非常的好，因为老师经常帮助我们，还有这可以帮助我增强我的自信，这是一节非常有趣的英文课，同学们非常热闹。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关于素食者的学习报告。我现在正在上的是历史课，现在我们正在学习6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人权运动。通过观看电影学习1954年布朗对托皮卡教育举案，我的历史老师知识十分丰富，同时对教育有十分的热情，善于带动学生进行独立思考。我很喜欢这门课，因为相对于 知识的记忆，这里的历史课更加注重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培养，同时通过历史论文的写作，也能提高我的英语写作能力。